今天啊，是我们家老大的生日，这大早上不到八点已经等待我们家老大起床了。嘿，那来了，生日快乐，娜娜，生日快乐，宝贝儿，十岁了呗，娜娜，就是你，生日快乐，你瞧瞧，这我爸我妈从那个老家过来，专门过来给老大过生日来了。宝贝，生日快乐。这个不高兴了，这个不高兴了，你咋不高兴了？觉得都给他姐礼物。这是啥呀？里边怎么媳妇送一个行李箱呢？还行李箱呢？因为这是娜娜的要求，就这么简单。娜娜要行李箱，对，她要自己的行李箱。娜娜，这个基本上她缺的钱。啊，因为你要箱子。这也不是给你的，爷爷给你礼物，给了你个红包你不要。我想给你娜娜。这里边还有啥呀？这是吹娜娜，这是啥呀？娜娜，你大不了给你买礼物。啊？那是啥？投影机啊？对，啊，这个你瞅瞅。这我们凑着凑着。老二，这是给你买的吗？丽娜，丽娜，你过生日呢？算一个。你瞅瞅。我不要。娜娜，你看爷爷和奶奶还给你们准备了啥呀？你看来了吧，刚到，刚到，谢谢，还有奶奶给你准备的呢。你看昨天奶奶专门从老家过来准备的这些，老家给你带张这个好吃的，这叫馒头，真啊，馒头，这就是沾沾上，那都第一次见是吧？啊，这个，爸，这是糕吗？年糕，这是步步高，这是年糕。步步高升，从哪开啊？谢谢，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啊，宝贝，吃不断，好好吃啊！生日快乐啊，老二，老大，明年就是比你妈生日快乐。看，这个不高兴了，怎么了你？爷爷刚才不是给你红包了吗？